There's a lot of things that are not that important. Thank you.
绝不会在那些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在巴林的呼喊声中，在天使长的声音和神的号角声中，我要亲自从天降临，而且那些在基督里死去的人要先被复活，然后我们这些还活着存留的人要与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会，这样我们就要永远与主在一起。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勉励。嘉玲 ，Eric， 谢谢你。长老就是兄弟妹朋友们，谢谢 Polly 刚刚为我们所读的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4:13-18。我们知道写书信的是保罗，保罗是一位亲眼见过耶稣大荣光、亲耳听过耶稣声音的人。他认识耶稣之后，他的生命、他的人生方向有个很大的改变。他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帖撒罗尼迦今天还存在，是在希腊一个靠海岸的一个很大的城市，现在叫做帖撒罗尼迦。当时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非常期待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可是啊，他们等啊等啊，结果他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一个一个安眠了，所以他们心里非常的难过，他们有很大的疑惑，他们想要知道这些还没等到主耶稣来的时候已经离开他们的弟兄姐妹，他们是不是会错过见证主耶稣再来的机会呢？还有或者他们已经到时候会被遗忘，就是说像我们今天所说的在被害了。所以保罗就写了这段经文来安慰鼓励他们，他说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我们会不会忧伤？我们肯定会忧伤，因为我们是有感情的，所以当我们失去我们所爱的人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忧伤。保罗告诉当时的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也是告诉我们今天的信徒，告诉我们我们忧伤，但是不要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没有盼望的人，没有指望的人，他们是怎么忧伤的人？我们说俗话经常说什么一死百了，人死如灯灭。没有盼望的人就是这样，他们认为死了就好像蜡烛烧尽了，然后一切就再没有任何意义了，说这是把人当成一个物品来看待而已。这样的人他们对死亡来说肯定就是绝望了。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人除了这个身体这个物质的存在之外，我们还有灵，或是你们叫灵魂。因此死亡对我们来说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是睡了而已。你有没有睡不着？我相信你一定有失眠的经验。但是为什么我们会睡不着呢？因为我们忧愁，我们担心，我们有痛苦，我们有怨恨，我们有哭泣，所以我们放不下，所以我们失眠了。所以如果可以睡了，表示什么？这一切都可以放下了，所以才能睡得着。所以你看着一个婴孩安安静静的在那里睡了，你会大哭吗？不会，因为你知道再过些时候他就会醒来，这就是保罗在这里的意思。现在睡了的人，将来有一天会再醒来。那那一天是哪一天呢？答案就在下一节。他所说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说：“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那已经在耶稣里面睡的人，神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是指谁？他们又是指谁？我们是指我们现在还没有睡的人，我们已经接受耶稣，相信他会从死里复活的人。他们就是今天在这里已经睡的人，这些基督徒他们睡了，
但是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保罗写这段的目的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些睡了的人，他们绝对不会错过主耶稣从天降临那么荣耀美好的那一刻。保罗这样说是他自己编出来的情节吗？不是的，保罗在下一节清清楚楚告诉我们，他向我们保证，这是亲自他从主耶稣得来的启示。所以他在十五节告诉我们说，我现在照着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今天在这里还活着的人，如果还留到主耶稣降临的那一刻的时候，我们绝对不会比这些人更早复活。因为主当主亲自降临的时候，那时候的情况是怎么样？有呼喊的声音，是一个兴高采烈的呼喊的声音，还有天使长的呼叫的声音，更有神吹号的声音。所以那一刻，所有在这里听见那呼喊吹号声音的人都要起来。所以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当世界走到最后那一天的时候，来到世界上的不是天使，不是神的使者，而是耶稣自己亲自来到这里。还有呢，在末世降临这件事情的时候，宇宙万物都要一同见证，一同听见，一同来看见。而且这些先已经睡的人，他们比我们更有优先权，他们在这个大喜乐场合里面，他们要跟随着耶稣在空中与他相见。空中相见，空中是什么意思？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空中长的是现在撒旦掌权的时候，说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在空中的时候，表示主耶稣基督的全能摧毁这些撒旦的全能，所以这些人重新在那里与耶稣相见。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这些被勇士抢去的岂能夺回呢？被掳掠的可以被解救吗？但是神说，就是勇士被掳掠的都可以夺回，被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被解救。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很清楚的在这里用这些话来劝勉我们。所以保罗要我们彼此劝勉，也彼此的提醒，我们不是人死生灭，我们肉体会衰老，我们会被病痛摧残，会归回尘土，但是我们并不是这样就在宇宙中消失了，我们只是暂时换了一个生命的状态来继续存在。而这种状态有一天要借着一个崭新的身体来恢复它原有那美好生命的光景，这一天就是主耶稣自己所承诺要来的那一天。所以我们虽然忧伤，但是不要像那些没有希望的人感到绝望，因为那一天我们所思念的人还要在天上相遇，那一天神要擦干我们的眼泪，因为一切都更新的。我们的敬语姐妹卸下在地上当一位妻子的角色，而成为一个母亲的职责，他已经完成在地上的使命，暂时先去睡了，但他也和我们现在在座的家属跟在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一样，正在热切等待最美好的那一天的来临。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情期待我们与他将来那一天。先我是东安三一教会的，听得见吗？ OK， 我和我主力亲爱的弟兄姐妹相识是在两个教会相合并以后认识的，虽然只有短短几年，但我们交往的时间高多，感情也高深厚，彼此有一定的了解。因为他的身体一直不太好，所以我就更多的机会去关心他，我们一起散步过聊天吃饭，一起学习和祷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分享他四点。他
她是一位爱神爱人并乐意帮助人的好姐妹。因为有一次她的肚有肩痛，她在三位弟兄陪同下来我家为我按摩，那是我的心深深被她感动，也在激励我要像她那样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她也是个喜欢祷告的人，一直在身体及她声音微弱几乎不能讲话的时候，她也愿意祷告，并且也愿意接受地方为她祷告。她是个心里很刚强的人，她在临终最后阶段她全身疼痛难忍，不能进食，一吃就吐，也不能站不能坐，几乎就是爬着在她整天都是爬着的。但我没有听她一句抱怨过，她也没有呻吟过一声。当我为他按摩或洗脚的时候，他还不住的谢谢，并且是按摩有用而且有效，也是在鼓励人。在犯病期间，虽然他肉体承受极大的疼痛，但他仍然抓住神，依靠神，持守自己的信仰，对神和永生充满盼望。他深知他所信的是谁，并且他也知道神为他预备那美好的地方。临终前，三位弟兄为我说我就是为他穿上他生前最喜欢的衣服，照相时他是跪在地上撑着疼痛的身体，但是他的脸上还是那样平静安详，微笑着还要要求多做几张。他也是个知恩感恩的人，他本来打算身体好一点却好好谢谢那些帮助过他的人。在这里我就代他谢谢所有关心陪伴为他祷告为他煮他最喜欢吃的饭菜的弟兄姐妹们，谢谢你们的一路的陪伴。现在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睡了，虽然他的肉体暂时与我们离别了，我们很舍不得，我们心里也特别难受，但是我们相信有一天他要复活，有一天他我们会再相见，在那荣耀的天堂，在那美好的家乡。他吸了地上的劳苦安息主办，在那里没有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和疼痛。他一生值得我们效仿和怀念，他用那信靠神的大能战胜病魔，爱神以真诚的心敬畏神的殿前生活，见证了神的信实和荣耀，就永远留在我的心。约翰福音11:25说，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让我们继续为我们亲爱的记忆姐妹的家人祷告，求主祝福他的先生沙利，他的儿子德里克，还有他的女儿加斯林和他在台湾的妈妈兄姐一家人，求主亲自安慰他们，赐下能力喜乐平安，坚固保守和带领他们，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他们同在。阿们。各位十年静怡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怡静，我的名字刚好跟静怡完全同字，只是颠倒过来。我先生是祥林大学同班同学，所以经由祥林我们很荣幸很早就认识静怡，大学毕业大概隔年就认识静怡了，到现在已经有30年，所以已经超过我人生的一半。静怡是个什么样的人呢？静怡是个非常美好的人，有多美好呢？美好到祥林认识静怡的第一天就想把她定下来。当时静怡到祥林工作的办公室推广花旗信用卡的办理业务，那时候呢祥林在大学母系的办公室当助教，因为是资讯系，所以呢办公室里面绝大多数都是和祥林一样年轻的男士，正在准备要申请出国留学。那天静怡前脚刚走，祥林后脚立刻
就从位置上站起来，对着他所有的同事说，你们觉得刚刚那女孩怎么样？你们有没有人要追她？哦，如果没有，我要追她。所以这就是敬语有多美好。祥林这招以退为进呢，听起来好像很尊重同事们，嗯，其实他都这样说了，谁还敢跟他抢敬语，对不对？那时候为了帮祥林追敬语，我和我先生呢自然都很捧场的请敬语帮我们办信用卡申请，所以我和我先生人生中的第一张信用卡是敬语帮我们办理的。换句话说呢，敬语对我和我先生的人生来讲很重要，因为他可以说是建立起我和我先生人生的信用的人。另外呢，敬语是一位非常勇敢的女子，为了祥林，她毅然抛下在台湾正在发展的事业，离乡背井，漂洋过海，在距离所有家人10400多公里的异国定居，展开全新的生活。我和我先生有幸能够以朋友的身份陪伴静怡和祥林，从他们认识、结婚到生子，以及婚后的这一段历程。静怡同时也是一位非常慷慨好客的人，每次到静怡家，他总是准备了非常丰富的东西招待朋友。即使是他和祥林来我们家，他们也总是给我们带来精心挑选的礼物。当初知道我怀孕的消息的时候，静怡马上问我需不需要孕妇装，她之前的孕妇装还在，可以给我穿。所以多亏有静怡，我怀孕的时候多了好几件漂亮的衣服可以替换。静怡是我见过心地最纯正善良的人之一，她的高 EQ 是很少人能够媲美的。对朋友，她总是默默付出，不求回报。静怡说话总是温温柔柔，轻声细语，不与人计较。我自己是一个自我保护心很强的人，与人相处的时候，我会不自觉先筑起一座墙来保护自己，不轻易放松。但是我与静怡相处的时候，会感觉得很轻松，很安心，因为面对静怡，我可以完全敞开心扉，不必怀有任何戒心。静怡同时还是一位非常坚强的人，静怡乐于助人，然而在她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却总是自己默默承受，不喜欢太麻烦别人。我的父亲跟二姐都因为癌症过世了，我自己现在也在化疗中，所以我能充分了解癌症病人的痛苦。静怡病了这么多年，我很惭愧，不够经常关心他，以至于没有及早发现他病情已经这么严重，没有在他生前提供任何帮助。对此我深感遗憾跟歉疚。在这里我想跟祥林和静怡说，祥林辛苦你了。我经历过，能深深体会到癌症病患家属的痛苦，那辛苦，那静怡，对不起，我没有尽到我作为朋友应该尽的责任。你现在已经回到你的天父身边，相信你已经离苦得乐，不必再受病痛折磨。在跟静怡最后道别之前，我要感谢静怡的父母。虽然静怡的父亲已经过世，
我想在这里对静怡的父母说，静怡妈妈，静怡爸爸，谢谢你们把静怡带到这个世界来，并且把她教养得这么好，让我们能拥有如此美好的一位朋友，谢谢。最后我想对静怡说，静怡，感谢你一直是一位很真正的好朋友，并且用你的一生把美好带给我们大家，我们都很想念你。只要闭上眼睛，我就还能看到你美丽的身影，你永远活在我们心里。很弱的身体，特别来去给你的宝宝，也有定义的这个告别式，真是感念，我非常感动。我今天先代表儿子 Derek， 还有我的女儿 Jasmine， 全家来感谢现场的贵宾。还有在远处观看的朋友，我真的是感谢我们在场所有的弟兄姐妹，我的亲戚们，这边有我们在湾区唯一的亲戚，我的堂姐，我表姐，表姐到了，表姐，表姐，表姐坐在这，然后还有他关心的朋友，谢谢你们，我的心情是非常的复杂。你刚刚听到了我本来不愿意提的那一段往事，那我尴尬。既然他讲了，那我分享这些其中的这个故事的一点点我的这一方面的看见。在1992年，其实不到30年，静怡走入我的人生。那你们知道了，他要帮我们办信用卡，那我是那个助教里面唯一被指派的来，就是来跟他见面。当他帮我申请资料的时候，他就坐在我办公室我的桌子的旁边，我们没有面对面，他一个问题我一个回答，我的目光马上被他的美丽所吸引。我们短暂的交往后，这个感情没有结果，我们分开各自努力。我们经过3年，毕竟我相信他们不是很清楚，我们都没有联系。那个时间我到美国留学，我在南加州，然后再到北加州，在南湾找到了一个第一份工作，工作很稳定。静怡他毕业，然后他就到台湾的古德信，他成为一个成功的人寿保险的经纪人，他已经累积了大量的客户。有一天我想起了他，我联络了他，他的家人我联络到他，因为那一通电话，静怡他放下他高薪的经理人的工作，马上独自飞到旧金山机场来与我相遇。在机场我看着他，好是陌生又好是熟悉，我几乎不敢相信那个是真的。就那一年我们两个非常天真，因为父母说订了婚就要结婚，我们两个就去租一台车，开车到Las Vegas 去结婚。那个当场除了我们，有一位聘用的牧师，有一个摄影师，当场没有朋友，没有亲人。
知道要买钻戒给他，不是那么的天真，但是他很满足，他没有一丝怨言，这就是我的亲。之后我对突然来的幸福欢喜异常，可是我对未来却完全没有任何规划。那个时候我们沉浸在彼此的爱情中，不知我对人生没有规划，我对神的计划我也完全不清楚。我跟静怡讲，我不相信神，我抵抗他，然后接着静怡在九年内为我们添了两个小孩，但是他生产的痛苦经历了三次，其中中间那一位那个小孩不幸流产。之后静怡他全力扮演母亲的角色，他忙着为他们找朋友，他比我更关注啊这位啊我的儿子跟女儿的他们的人格的发展，他们的所有所需。他的神情总是流露着这个母性的光辉。静怡她也是一个善良信神的妻子，因着她我与小孩才有机会认识耶稣。今天非常感谢，我非常感恩赞美我们的神，他把我的骨中骨就带到我的眼前。除了神以外，就静怡这辈子这样子淡淡的爱我，他愿意接受我，他一生忍受我的自私与骄傲，他接纳我的自卑，只用他成熟的个性来弥补我不成熟的这样子的一个软弱，他为家庭的方向来掌舵。自从四年多前的夏天，他得到最难治的肺腺癌，他从来没有丧气，他时时以笑容待人。即使这么痛苦，还是天天着想，都是我，都是他的小孩，他在台湾的家人，他总是报喜不报忧，一个人默默的承受。我对他说：“深爱我的静怡。”对不起，我过去每次都把他气走，但是过了一两个月，他总是回来继续来爱我。不过他这一次不能回来了，我失去了静怡，我突然明白静怡的乐观还有他的坚强，他一直支撑了我的这个消极还有我的软弱，让我想起结婚那个时候的甜蜜。我看见一路走来我的自私我的负面如何造成婚姻中的冲突跟误解，神让他这样子睡去才能唤醒我的灵魂。静怡说这个婚姻这个人生是他的选择，可是神让我看见这完全是神的恩典，神把我最爱的人他赐给我，用他的顺服叫我知罪叫我悔改让我得救。我感谢赞美主，我邀请各位一起为静怡欢呼，因为他已经不再受苦了，他完成天父所交付他的任务，回到天父的怀中安息，他已经得到他荣耀的冠冕。也请你们为我祷告，因为神把他接走后，我真正的认清这二十年来自己的无知与过犯。我清楚看见神为我跟静怡所画下的剧本，一路带领着我跟他，神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虽然神他没有应许我们两个天长地久，
只是神应许我们对未来有盼望。我确信未来在天上能够再次见到他的笑容。过去20年，你与我建立的家，一直在领受神的祝福。如果你愿意，神也会祝福你。最后，我要感谢主内关心我们，尤其是我跟静理的婚姻，这么多年的弟兄姐妹，请包含，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一一唱名致谢。谢谢你们这段时间不停的为我为静理祷告，帮助我们的饮食、我们的起居跟清洁，来照顾静理。帮我筹划这次的告别式，我赞美主，感谢大家。Thank you.
那一起的预备也说祝福。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今天召聚我们来在这里来做经历主的恩典，谢谢你我安排静怡姊妹到我们当中，虽然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长，但是我们充分的体验到主耶稣的爱跟恩惠当中。恳求主，虽然静怡姊妹您现在主的怀里面，在这里上的我们仍然需要主的恩典，恳求你继续带领这个家，恳求你帮助我们他们的存在。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与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我们再见他的日子。阿门。今天第一姐妹的安息礼拜到此结束，但是我们相信记忆的身影，它的美好会永远留在我们的心怀里。愿神祝福、安慰、保守Danny、Derek、Jason 家人。在大家离去之前，记得前面来，每个人可以拿一朵花。在自己的花园里面，谢谢。我没接呢。Thank you.
南五十周，乌干五十周。是他的，对他的Thank you.
Thank you.